由着中国佛教会主导，台南市佛教会含着24县市佛教会共同办理的几千万深浅经咒，消灭新型的冠状病毒，祈福大发挥。二月十一号伫台南大仙寺来举行。台南市佛教会理事长释敏慧法师特别邀请着市长黄伟哲一同来祝祷，期盼早日来消灭着新型冠状肺炎的疫情。第一半香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第二半香，祈求瘟疫早日消除。因为市长来表示讲，今仔日的金融护国十载祈福大发挥，每当拢为台湾的民众含着世界祈福，这次特别祈祷早日会当来退散新型的冠状肺炎的疫情，借着宗教的力量，让这个社会早日恢复平静。市政府也会全力配合行政院、立法院各项应对的政策，让因为疫情受到冲击的产业有所纾困。啊，借着宗教的力量，借着诸佛菩萨的护佑，也借着各位诸山长老的护持，能够让这个社会早日恢复平静，能够让民众的心能够得到安宁，能不仅为这个许许多多的民众而祈福，也为了国运而祈福。再次感恩各位诸山长老的发心，在这个殊胜的这个法会中间，能够这个为了我们国家而努力。那也感谢各位参与的各界长官、贵宾，以及在家各位居士的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希望这个社会得到平复，人心得到安宁，那国家得以进步，继续进步，继续发展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法喜充满。在今新的年度里面，有最好的发展。谢谢各位。中国佛教会自民国62年迁台以来，每当拢会来举办金融护国十载祈福大发挥，为国祈福，为民祝祷，由着各县市佛教会轮流来举办，成为佛教界的年度上大盛事。近期因为新型的冠状肺炎疫情蔓延了全球，确诊含着死亡的人数大大增加，全球各国口罩大欠货，人心惶惶。借着这届的金融护国发挥，为着消灭着新型的冠状病毒疫情来祈福。现场2000位修行的人士含着信众齐心祝祷。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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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